三甲河狮头皮不用花阿乐的人三面三头皮金甲狮头皮无以温和如来无将丁佛祖修华的阿乐的人三面三头皮哈不呀是真如果该佛祖的你不如将丁佛祖无有法一阿乐得罗三藐三菩提不然如是如是四菩提是无有法如来一阿乐得罗三藐三菩提四菩提有一法如来一阿乐得罗三藐三菩提者愿定佛是不无我修持汝有来世当得作佛和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一阿乐陀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愿定佛无妄修持这是言汝有来世当得作佛和释迦牟尼可以故如来家是诸法如意若有因缘，如来必阿乐陀罗三藐三菩提，四菩提是无有法，佛必阿乐陀罗三藐三菩提，四菩提如来皆是阿乐陀罗三藐三菩提，无是中，无是无是，是故如来说一切法乃是佛法。四菩提，这言一切法者，一开一切法，是故平一切法。四菩提，譬如人心中带，四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心中带，即为非大心，是名大心。四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不是言，莫当若多无量众生，皆不明菩萨。可以告诸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诸菩提。若菩萨不是言，我当庄严佛陀，是不明菩萨。可以说，如来说庄严佛陀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诸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